好的，大家有同学问我，他有没有武功秘籍可以来看？哦，那个，这个，那个语法，哦，那我跟他讲，今天过后注意，哦，我手里的底气萃取出来，就可以产生奖励，然后下一个梯次来，他就有奖励。他说我怎么那么过分？好，那我们来看哈。这第一个啊，第一个 P 导航力啊，这叫路径。路径就是指示到底啊，我们就按钮按下去啊，要导向某页啊。所以每一个内容页都只有一个唯一的路径。那么你路径要怎么写？斜线来跟这个网站的跟。初学者常常会斜线没打，直接打掉，这样听起来有意思啊？啊，那他就不知道从哪边算，所以我们起点，第二路径飘，我们的名字代表每一个人个别的网站名字，这样能够了解意思吗？那你们可以加很多网站，就你可以在你个人网站后面加一堆网站，加一堆赛。所以下一个我们要识别你是哪一个赛的 TEEC， 这样能够了解意思吗？ TEEC 就是我们这门课。啊，这门课建的赛，啊，我们统一都叫 TEEC。啊，再复习，第一个斜线代表跟目录，标你的名字代表你的网站空间，然后呢 ，TEEC 代表你网站空间里面 TEEC 的那个赛，那你可以建多少个赛？你可以建N 个赛的，只要那个什么那个硬碟没有塞满，就一直先塞。当然有关系，我们网址路径是区分大小的。那然后你跟着一些导航页，那导航页就是说，哦，我底下的这群 content 我的内容，哦，是要指示，哦，好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下午会谈一个重要的观念，该有人问什么语法，这其实本质上是位文语法，就是所谓 HTML 语法，但是 HTML 语法对不对，我们会慢慢教，我们慢慢学，有一个简记的方法， HTML 有一个简记的方法，简单的记，技术的记。啊，那在 HTML 简介的方法，我们通常把它叫 Wiki。Wiki 在土著语里面是快的意思，就是 HTML 写起来啊比较多比较慢啊。那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种写法，让它啊用比较少的字，比较简单的方法，对不对？啊，是用 HTML 啊。那我们对 HTML 简介啊这种语法叫 Wiki， 叫 WIK 那个 AI， 它原来是教为土著啊，但原文是。在 Wiki 里面，星号代表没有列一二三的列表。你们在网页中，这哪些可以擦掉？我知道这个海报可以。你们看到，你们在网页上有看到打一个 A， 这个叫做没有编号的列表。U， 它的 HTML 设立语法叫 U， 全称是啊 ，O。那么
在 UL 里面或 IL 里面，每一个呢，每一个这个叫做，好，那么你以后看到星号，代表你就知道这个 wiki， wiki 是 HTML 的剪辑方法，那这个剪辑方法，代表这种没有编号的列表。那有没有看过另外一种列表？是这种。在 HTML 里面，我们不写那个一二三，我们会直接就是写 order list， 对，这个是 UL 是 unorder list， 对不对？那 OL 就是 order list， order list 就是什么？就是有编号的列表。那有编号列表，我们是不写一二三的，所有全世界所有的浏览器都会自动帮你编一二三。好，那么你这个 order list 的剪辑，就是 wiki 的剪辑方法是进化。所以这什么意思？有一个大象 ，on order list， 有一个大象。它有一个子项，就是这个不能插嘛，对。可以插的，这种会够用的。来来，好，直接看你的硬件吧。我这样用轮流的，因为你会记，你们现在记在纸上，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嘛，第一次表达，对不对？你还要再转到你们的笔记上。当你学会这些记事的方法，好，那这什么意思？这个我有个大想法，叫概论。概论上面。它有一个子项，对，然后到了我第二个大项的时候，对，那生命对话底下。好，那我们不写一二三，我们给它三个指向，浏览器自己会排一二三七，所以这个叫做先星后级，是由 unorder list 没有列表的当大象，它底下有一二三的当做它的指向，那可不可以先井后星呢？也可以。好，那先井后星就是你以有编一二三的做大象，好，以没有编一二三的列表做它的子项，所以星号跟井号它可以交替使用，你可以单纯用一排星号，那它就是一二三，你可以用一排，用一排星号，那就没有列表，它用一排井号，那就一二三。好，那你也可以先星后井，或者先井后井，这样能够理解我意思吗？那这个条状可以有多少层？无限层。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导航列如果搞到好几层，对不对？就回答你啊。所以我们导航列现在约定给你们这个赛的导航列约定两层。OK。然后呢，这概论底下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这个子项暂时空白，毫无问题。
啊，生命对话认同，好，啊，这个今天就有，哦，麻烦在这不能叫那个主学这边，我们宗教意义上对主日学，对，这还算改回。好，那自主学下面这三个指向，啊，分别指向三个一，你点下来，是不是自主学下面刚好是三个指向？那这三个指向前面部分，它又要打掉点，前面部分是代表跳往湖吧，跳往湖吧。跳往河吧，跳往河吧，跳往河吧，然后后面是显示什么？所以你看呢，它为什么显示讲义一？因为我在逗点后面是写讲义一。那第二，哦，经营方向。啊，那第二个它为什么显示经营框架是？因为我在道理方面是显示经营。那第三个新工具，看到没有？好，那我们来解释跳舞的吧。你要看到两个双括号包起来，跳舞某一个 wiki 页，我们的 wiki 页是有页名。这页名是不是叫自主学习专题？对不对？所以它两个中括号发起来，就是跳往自主学习专题这一个 wiki 页，哦，所以它自然而然会去抓，哦，跳往那个自主学习专题这个 wiki 页内容，包括里面连接，包括里面图档。哦，映射到你们内容去。哦，那好，这是一个月，今天要做。啊，今天要做。啊，那个什么，今天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 VP 页。啊，因为你们要尝试练习，但因为你登的进去登不进去啊。啊，对不对？啊，那个什么，然后刚刚已经有问过密码的，对不对？哈，那个就是以我们设定密码为准，对不对？哈，因为你原来设定密码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长度不足，比如说已经开始，啊，那我就要必须做调整，要不然系统不接受你注册，啊，所以要是以刚才我们调整过的那个密码为准，对不对？哈，然后你去 wiki 页，啊，来看，啊，那你怎么在 wiki 页开页呢？我在这里啊，你们都有听过布洛格，也有听过 Wiki， 对不对？好，两个基本哲学价值观不相同。布洛格是作者主义，每一篇文章属于某一位作者，这是作者可以编辑的，这样能够了解布洛格是作者主义。Wiki 是共鸣，也就是说，它每一个页。大家都可以想，大家都可以贡献什么，让这一页啊，变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丰富。所以它是非作者主义。那我现在也就是说，我现在回到我们的，啊，你到这个界面过来的时候。斜线，好，等一下，再说一遍，经营通道线。
当你那样写你的名字，这样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啊、哦，那但是今那个金框架协议游世贤的那一页，只有游世贤可以写吗？老师也可以写。好，那会不会分不清楚？啊、哦，这一个写的这段写的字是谁写的？因为 Wiki 啊 ，Media Wiki 啊，它保留所有人写过的所有历程，而且啊，而且你可以用时光回溯的方法，觉得这个编的版本不好，回溯到之前的任务。啊，所以 Wiki 是最适合就是老师跟同学共，同学跟同学共，又不怕恶搞。因为他把这个，甚至他把全页删掉，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 Wiki 保留从这一页，从以前，从创始到现在，中间所有的编辑过程。资料库。哎，不，你完全弄明白。Wiki 记下来是文字，对不对？嗯。好，那你知道现在吗？现在并列都已经到了。好，一张图叫 email。email 代表多少字？一百万。英文字母。除以三。30万。你一张图，对，那你再看影片。一击。天哪。对不对？所以根本对电脑的储存来讲，文字。它占空间，忽略不计，无计意义。这样子呢？所以说，当然你按记到版本，记到版本，你人再会写，对不对？哈，也写不过它，硬碟容量增加了速度，所以它保留所有版本。好，那你打精灵框架有事情，那你要打这个，然后呢，按 Enter 或者是按。如果会变慢，因为现在我为什么会有些东西啊，对不对？哦，我昨天为什么要弄到三点？原因就是因为当我们大家都在做的时候，最好哦，跟大家就是会有一些变慢的变化。啊，那我们现在给各位用的东西都是家用的 NAS， 哦，频宽也没有很大 ，NAS 就是网络影音，哦，频宽也没有很大，对不对？哦，然后呢，但是够。跟他用可以了。哎，还是，哦，还在跑，还在跑。那这个要到还，这个要到还在。跑不动。对啊，因为我们三人全部同时上，对，他有点吃力。应该去买好一点的电脑，买好一点的手机，或者，但是，会比较贵，大概呢，大概比，几年前的哈一个比较，但是我买比较好的手机，恐怕，作用力有限，因为我同时我要买比较好的平板，啊，那所以啊，这些都不是办法，因为手机那个跑得够快。关不动，所以到最后的办法就是你真正要做事，你最好去租赁网站。那租赁网站如果，一般来讲，我们一年的啊，一年租赁网站大概是6000。那，我们站起来是家用电脑。好，那我就记录这样子，你等一下对不对？啊，他在那个这里叫出。精灵框架不是会用红色字体显示啊，以后你在Wiki上你看到红色字显示就是这一页还没有停，蓝色是显示就是这一页好，然后呢你看到红色字你给它按下去，按下去就进入这一页还没有内容啊，请写内容的页级状态。好，我们继续因为现在大家都要进去对所有
他，因为这一页是快取下来的，哦，所以要对对他来讲没有比赛。好，
大家什么形象啊，能够映射出图片。就像我刚才写了一个啊工具，对不对？我知道，那你等一下，我等一下去重开一次。到那里，然后同时去编排那个。哦，如果你要这样做，请建立。这样，因为 Wiki 也有大家的展览，对，大家都可以同时编排。对，然后就那一堂课的就可以编完。对，好、哦、啊，但是好、哦，请麻烦好、哦、时间错开，这样子，尽量先回回家作业，因为你上的时间跟他上的时间不会一样。好、哦，我现在听那个，所以。那你要先把作为页啊，要一个映射到，把内容的页的东西映射出来。那你要做一页和映射成一页。那余宝刚已经跟你讲过，哦，那个逗点就跳往那个哪里的啊？但是写在逗点之前，哦，啊，但是要显示什么？现在逗点，你说一页还是不懂？那没有我们啊，他对他很着急。不一页，不一页就是我们要。跟维基百科一样的，一样的平台，真的，我真的要不要？对，所以老师刚刚那一个我们在编辑的那个页面的哪一个？哦，那是内容。你现在完全选单的，那是内容。就是我在建立选单的那个页面，那是内容。是那个，那个东西在你自己的 side 的空间，这样能不能留意 ？side 是一个空间 ，side 是一个网页或者网站。哦，那跟 Wiki 没有关系。哦 ，Wiki 是一个大型平台啊，哦，它的准备像维基百科这样，让非常非常多人哦同时去协作编非常非常多页。所以像是这个页面是 side 的，对，像你现在的东西在 side 的。那你们今天啊、哦，同时啊、哦，我帮你们建的在赛的上面的账号密码，同时也帮你们建的在 Wiki 上面啊、哦、的账号密码一模模一样。今天啊，老师，就是我们刚才在。请说。所以我们刚才编辑的内容，我已经会编辑所谓的内容页，也就是说赛服。那但是编辑页的编辑是还没有做。等一下哈、哦，等一下，我重开机之后，哦，麻烦各位不要相信过任何编辑东西，这样我就可以做示范，他要我示范还是？好，这样我们就现在应该没有暂停，也要让他考虑。同时，老师，我们要关掉。那台机器叫 server， 啊，是伺服器，就是伺候你。啊，那我重开机就把呢，就把它跟你们的联系全部切断。有，它现在出现网页，把这个。好，但是我是快取的啊，好，没有问题啊，我继续。好。来，切在哪里？那我可以在回头。你说，那我能不能直接在彩的页上面有训练内容编辑？可以，你完全可以在那个内容页上面，我不一样用 HTML 语法，不用剪辑，
用原始语法去写，它完全是。这样能够理解我。所以是在我刚才那个页面上面。对。你有学过 HTML 吗？自己学过一点，就是稍微看得懂。来，吴云珍。来。我们刚才讲过，学习的五个要素，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帮你们建一个 site， 啊，让你们可以写东西，让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共鸣，跟而且啊，我在教你们使用的时候，一次教两三个简单的步骤，啊，你们先做，做完之后，啊，下一次有更复杂的任务，我们再教更复杂的语法跟用法。好，那这一套流程。跟我们讲的五个要素是几个有关的？第一个跟人有没有关系？我没有老师，我没有他人，所以是。还有呢？然后还有照着这个步骤去做。然后第二个。好，达人告诉你步骤，对不对？对。啊，因为他比你早会 wiki， 对不对？对。啊，也早不了多少。但是更重要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可以在 wiki 上跟很多人一起协作。所以你们有没有形成 smart swarm？ 有。来，继续。而且就是这个，我有时候看到那个网页上有一个可以看语言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学那上面。对语法。可以看呈现出来是什么，去对策那个语法是什么样。对。那第二个，掌握概念这个目前比较没有那么。想到。对，但是比如说用表达吧。你如果要建一个规矩页，啊，你在这个什么这个搜寻页，你打上你要的页名，啊，注意哦，啊，这个页的页名是静音框架 slash 斜杠，不是斜杠，不是静音框架，也不是斜杠，那有斜杠，所以你如果省略那个斜杠，啊，它会说没有意义，啊，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静音框架，对不对？它就会出现一个。那麻烦你们在编所有页的时候，先把它纳入自主选取专辑这个大框架。怎么办？觉得风光好？觉得风光好？然后里面写的很好，分类。要的分类是，OK， 那写完好，那你看哦，以后你在按这个分类的时候，它会将所有自己认为什么认为自己决定专题的啊，把它全部列出来。比如说，现在有两页是把它列为自己选的专题，一页就是
我写的自主学习专题一今天的讲题，对不对？好，它被分类为自主学习专题。然后呢，经营框架斜线有事情也被分为自主学习专题。那注意哦，那个经营框架斜线有事情已经被写的内容，所以它现在是蓝色。哦，刚刚它是红色，它以后再出来永远都是蓝色，因为里面是有内容。那。编辑，老师先不要动哦。
今天你就要学这三个英文。两个等号。1989年，我那里爵士，把
放弃 HTML 文件格式的专利，也放弃 HTTP 传输协定的专利，就是把这东西当做全人类公共工具的。好，之后就知道了。好，那所以你们生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们不能习得 HTML 基本语法的势能，你们基本上就是文盲。那你大概需要识别，你大概需要识别，那需要大概多少呢？标签语法20，不是200的，对，20，这样能够理解为。然后呢，如果你觉得 HTML 太难书写，有这个语法协助你，用剪辑的方式，来写它。那你会想说。但是你现在你如果不当教书老师这一页就算了，在你的小孩长大学程式语是基本生活技能，跟现在你学换电灯泡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如果不当老师这一行就算了，因为你跟你小孩长大以后的世界没多大关系。你靠什么？靠着我们50年代、60年代做的技术来的技术跟生活方式，你也可以过到你老。但是你的学生，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你们今天的，你们要写出一个数据。基本上就是等一下我们上课内容，你们用表达把它缝在这里身上，这样能够来留意思吗？尽快的，你说我没有同意你说的话。所谓的使用者界面是把电脑的语言转换成我们看得懂的语言，所以包括 VPN 编辑也有所见即所得类似像 Word 的编辑界面，但是我绝不从那个地方开始教。你们一定比我班上同学幸运我班上同学要先从记跟识别20个 HTML 语法开始，我已经让你们从，没，那是不同的事情。啊，超级对。我回应一下鸟巢的话，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们知所有，要知其所有的。我知道啊，只是在说在使用彩画界面的时候，你如果从所见即所得的编辑界面类似像过程的编辑界面开始你对标签含义的理解会浅薄非常深。我的意思不是说在你接受资讯的那个老师开始要有强烈的文盲其实是本身是在讲接受资讯的无法取得或者是看不懂，那虽然是接受资讯说的，但是我说是不是解决了解的方面的话其实是无法的知道吗？好，不会在这一件事感到有鸟巢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好，电脑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知道所以基本上教起来的人他可以跟你的 很方便很容易的界面，对不对但由电脑帮你翻译，翻译什么？翻译什么适当的语法然后去做我们日常的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这样学，
分钟。你未来在网际网络上有500亿的市场，你就永远只能等人家那个做好的工具，刚刚好符合你的需求，你才有可能利用那工具到电脑世界里面去。第一问题，但是你现在如果说也没有很辛苦，大概一些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讲，我们要试读中文，对不对？好，那你真的需要学到，你学到最后是5400字，不到1000字。有没有听过98女英文？以前呢，以前那个美国还在台湾驻军的时候，那整个延平北路那一带，中南北路那一带，对哈，就有很多酒吧，对不对？那酒吧里面的那些台湾小姐们，对不对？她不需要精通的英文，她只要能够跟什么，能够来这边群帮客，做。所以对他们来说需要很多的英文字的不需要。所以那一种英文，我们把它叫做酒吧里面的，对。那所以对一个未，就是要在未来生存跟那个学习的人来讲，你对电脑语言的精通程度，就类似像酒吧里对英文需要的酒吧里面的结构。那能够理解为什么？所以你所需要习得的HTML 基本的标签20个就够了。那这样大多数人家在网际网络上面表达，其实都可以看原始，都知道它是什么状况。好，难道观念呢？对不对？那个的关于今天做出3个页，然后一个就是那个导航力，一个是另外一个内容页，然后导航力给机器导航，按下去它就跑，对不对？以及做一个物理页，你的导航力可以知道它，按下去它可以跳出来，完成这3个作业的这个方式，我们之前的前置交代工具，我也不想再讲更多，因为讲更多，没有办法。我跟你讲，你除了去做它，你没有其他方法，去你做。那万一做的时候，你因为我解释不够清楚，就碰到困难怎么办？第一，如果能够，你可以免费上网查，如果上网查不到，就可以问同学。所以有同台之间的学习跟独自的学习。你如果说上网查，跟问同学都无法得到解答，那你可以问我的 email 是。为什么学内容业，为什么学我们旁边，就是我偏不做笔记而已嘛，我做笔记而已。
那再来就是，那这些东西为什么是放在主题专题里面？它只是一个专题，最好把那个专题拉来用，然后符合现在的趋势，还是有别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网络。第一个，内容业跟不一样的区别。内容业放在你个人赛的空间里，较为简单，跟其他人协作关系也不大，主要作为你笔记或表达的一个目的。他说使用系统资源是什么 ？Wiki 业是我们正式架了一个 PR Wiki 正规进来就有的那个平台，正式把大家都建了账号，对不对？让你们可以大规模协作。不管你们在 Wiki 业还是内容业写的内容，我都可以透过全文检索，然后呢去看到所有的。你如果说用传统的，你写 Word， 他写 Word， 各自记在 Word 里面，我是没有办法通过全文检索，看到你在写什么。好，我们在这堂课的后面，我们这堂课每一个部分都会加一点点资讯应用的东西，到后面会加入你怎么样在你个人的赛道去搜寻到全班所有同学。那个内容业跟会议业，这样能不能有意思？但是那个不会在今天来的。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其实回答了，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在自己的计算？它是一个专题吗？还是第二个？它在这里，有三个用处。第一个，因为我们在第一单元里面。第二个领域是行动学。在今天，因为你们今天面对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任何知识跟任何技能都可以从国际网进步无常取得。这一点完全改变学校或者是学习的意义，甚至简单讲。一个新的典范正在成型中，这个典范就是人从网络中学习取代或者混搭人从课程中学习以及人从知识中学习，这个基本性的改变，除非用这种方式，除非用这种方式，那个，你没有办法。第二个，我们在第一个单元还有一个，就是自主学习的要素。我一开始我稍微提示一下，那马上就有同学讲，这些要理是抽象的，那这些要理你也知道，透过跟你自己的赛的互动里面。你能够理解这五个要点各自在讲什么？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一天的课，然后呢，完整的有个 handbook， 有一个 bible， 我们赛格的那个操作 bible， 上完之后，从此你们就都，因为这个做法跟第四个要点。要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反复的思考，反复的跟我争论，你们才渐渐会弄清楚。我们一开始告诉大家自己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这个工具的原因。那还有第三个，它确实很重要，因为你确实会把各位的工作由桌计划
引导向云端化，这样能够了解意思吗？你们之前的工作习惯会很奇怪，哦，放在某一部电脑的，或者是某一个随身碟的某一个资料夹的某一个 Word 档或 Excel 档，长此以往，哦，你的整个学习会破碎化。你掉了那个随身碟，未来、哦，你们要尽可能去练习把你的工作放在云端。好，哦，你的随身碟手机遗失了没有关系，只要网际网路能通的地方，你的工作可以再开始继续下去。我一开始那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就除了那个标准工具的熟悉跟那个使用标准，啊，今天的那个变形就是简单的要做什么地，对不对？好，啊，基本语法就是等号、星号、井号、逗号啊等等，对，结束，这个就是第一单元学习在今天的基础。那接着我要用七个概念去谈，我们讲的今天教育的本质跟他自己的价值。那第一个是一个名词的成长，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我需要去抓一些 key point 的概念透过这 key point 的概念，对不对比较容易，让你们去理解就是实验教育的本质，跟它经营出来的影响。第一个我们讲过了，第二个。一眼，你可以区分这三个名词吗？实验教育、自造教育、自主学习，还是看起来都很像？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我跟你们面谈的第一个感觉。一眼，你可以区分实验教育、自造教育。我还记得我在面谈的时候，有些同学被我问到独立教育工作者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从哪边来的？后面两个我就不为难你们了。这个是在这里，看好，不知道某些。
况必须被强制处理。那么他正当性的以及有没有程序正义上面的限制，今天是一定要讨论，也是你们比较来嘉玲，张嘉玲来了。一连开啊，他认为实验教育跟自主学习的区别啊，是尺度规模上面的区别啊，尺度较大啊叫实验教育，尺度较小较为个人叫自主学习。来，因为你在体制中，学习未来，非常好，非常好，谢谢。好，差不多我们可以。